买的那是服务器配合 Apple TV， 观影体验到底有多大的提升？如果你是索尼这样的高端 4K 电视，刚好又对影音环绕音有要求，喜欢看 4K 大片带来的沉浸感， NAS 是必备的。除了基础的云储存，用它做影音库简直太爽了，配合 Apple TV 的操作系统，操控丝般顺滑，无论是电影还是剧集都能有很详细的介绍，而且剧集也会按季去分类，像我这样按照平台整理的影音库看着就非常的舒适，对比流媒体 NAS 观影速度更加的稳定，而且清晰度也更高，这样展示海报墙看着就非常的震撼。专属的影片介绍页面特别养眼，而且大多数影片都支持 DTS 5.1 的解码，音质听起来明显比流媒体要好很多。虽然蒂瓦雷只能输出 2.1， 但是播放 NAS 的音源能明显感觉到要细腻的很多，配合 Infuse 这样的软件可以读取 NAS 更方便，自动下载字幕的功能可以让很多小众电影也能愉快的观影。而且除了看 NAS， Apple TV 也有 APP Store， 有很多软件都可以自己下载体验。总结下来，如果你算半个电影爱好者，想升级自己的家庭影院， Apple TV 配合 NAS 是非常容易出效果的。